怎样？救命！我是怕盖出来也猜不到啦。对啊，都盖出来，我们顶多就所有跟洛基知道一个拿锤子，一个拿什么东西在一起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至少有两题会猜对啊，对不对？全部七个人全部出这两个就好了。不是出所有就出洛基。没有，那两个就被说走了哈。嗯，被扒鸡了。哎，难哦！好啦，反正不是我盖嘛，这是我的题目嘛。我要找一个。哦，这个我这个还很强大啊。好，找我不知道是谁。好了，就这个了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随便找一个人名贴上去有没有？不是这样吗？放弃了，放弃了啦。别这样啊！至少 Google 有凭有证。好害怕啊、哦！去盖，去盖！我在你背后面。哎呦，欸、这个还 OK 啊。这谁啦？这个不用 Google 也可以、啊。放弃。啊，嘿，对 ，Google， 嘿，谁呀、啊？谁、啊？不知道，这一定没人猜出来，好不好？是谁？谁是我的、啊？哇！哦，那你应该知道啊。你是这谁？我没玩神魔呢。玩一下就 Google 都知道了。我也要 Google， 好不好？不管啦，出来啦 ！Google 也做不出来。我 Google 的都很奇怪哎。这为什么 Google 也没有这个人？这是谁啊？其实我这样盖就可以了。不可以只放个那个哦。我刚吃完题才发现。哦不！看他谁啊，米菲？那你不知道？他谁啊？你们怎么？你们都找一些那么冷门的？我没玩啊。你玩？幻想叉叉游戏里面他没玩角色啊，我也没玩啊，你没玩啊？你要找牧场物语，他比较有玩。对啊，我完蛋了，这个神的特征是啥？好难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乱打的。我知道你乱打的。好啦，随便盖了啦，不重要啦，盖出来反正也猜不到嘛。所以就盖得像怪物就好了。Oh. 我已经放弃挣扎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是你非打错字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也有那个别称翻译音译啊。完了，要开歪了。我传给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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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观众打的字我就知道是哪一个了。好好，因为他翻译不同啊。抱歉了各位，谁在我后面？我看一下，我啦，你想干嘛、啊？就我不是，我是酱油后面。哎、欸，干你真的是大魔王哎、欸，这我怎么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真的是大魔王哎、欸。哇，哎、欸，那个我超爱的哎、欸。你盖得出来吗？我盖得出来啊，我知道。没有没有，米菲当然他什么都盖得出来。对啊，他没有盖不出来的，只是大家知不知道他在盖什么？是的呢。噔噔噔噔，好，我现在才要拿出我第一个方块。不是，也太难了呗。随便盖就好啦，反正盖完大家也猜不到嘛。哎啦。哎、欸，那个、哦、都要在600秒内盖哦。我们时间有限、哦。600秒内啊、哦。有限时啊、哦。一定要啊！一定要。他在加速我们，让我们快速解脱，你懂吗？很好。好的。挺有道理的。对，他在让我们快速解脱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为什么找到？这个将军会不会太猛啦、
还要放弃人生咯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都不先出这个神话了。男的要死好吧、啊、因为中国神话都猜不一定猜得到了。跟你讲，盖盖不难啊，猜才是难 的。对啊，盖可以 Google 都还可以接受。你猜也一定要随便给他一个北欧神话。我把他的特征都盖出来了，剩下就交给你了，导游。妈呀！你那是觉得这个一定会歪楼。巧克力已经盖完了，对啊，你怎么这么快？你作弊！你怎么那么快？因为这个在盖哦，有啊，你有没有在盖？你不要放弃哎、欸！你是盖个小黑人就结束了？没有，这个真的是繁星给我的很简单。要不要去 Google 一下有什么黑色的神？黑色的神哦，灶神吧。想它高一点吗？好了。啊！好了，差不多了啦，放弃人生了啦。放弃人生，这样也可以哦、喔。可以耶。哦。呢。结果最后才观世音菩萨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没有这个啦。怪释迦牟尼佛嘞。北欧是妈祖啊，喂。擦玻璃又来了，擦玻璃，擦玻璃，又来擦玻璃了。天哪，这个上身，感觉等下会有可怕的事发生。猴子，乖。没叫了。给我给提示一下。
有猜题人就这样。OK、怎么办？我觉得你们两个猜歪耶。没关系、欸，一定猜歪啊！你怎么会觉得不会猜歪？不是保证猜歪吗？这个就算给了答案，也不会抽，也不会猜中吧？我觉得。众神仙请下凡，好不好？还要有个希望，是不是？一分钟。阿纪，那个一直在笑的也还没有盖好啊。他在边盖边笑，是不是？在干嘛？这样才符。一打开，呜呜，关闭，完美。神作啊！打开看到你盖的，哦，关闭，对，完美，神作。20秒，我尽力了。什么？把它修个形，形出来就好了。看下去，看下去，看下去。三、二、一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就这样子了，下去吧。等我一下，按下去吧。按钮在哪？好。哇哦！哇，这是……没有，啊！要拆了！哇哦！哇哦！你疼游戏啊？路透说谁在我？谁在我后面啊？过。啊！谁是猜我的、啊？这是我猜的，这杀手哎、欸啊！感受一下，啊、哈基你就会为之震惊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啊、我知道。哈、啊！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有九个乳头的是有这种？你骗我，让我们太震惊了。过。给我们一点心理准备，再说一次。他的人上面有九个乳头，这是正常的吗？九个乳头是怎样？我不知道、啊，问酱油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个不是乳头。九个乳头是真的吗？不是，那是肌肉哦。机器。什么东西？太好笑了吧？谁猜我的、啊？我啦！他这居然不懂哦！他是希哦，是希腊的。他手上拿的东西是重点。啊、我知道一大堆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已经看了聊天室了，猜错就猜错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是这个啊，原来没有那么简单。我看到旁边就以为是了。哇，我对不起繁星盖诺，辛苦了。我希望这个九个乳头能一直传承下去。啊，这就不是乳头。他太像乳头。你说的那个我不知道啊，那一定要 Google 才知道啊，我一看就觉得是了，嗯，就猜错了。繁星跟哈基，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点像女的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应该要改一下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九个乳头，难道不是男的吗？男的也有啊，男的也有乳头啊，你怎么那么奇怪？没有九个那么多、啊，女生也没那么多、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好啦好啦，这样子的啦。竞赛啦，女飞你没有九个？什么？我觉得我这个答案妥妥的。哈基，哎呦，真啊，
这好像是游戏里面真的出这个、欸、哈什么啦，我觉得第一个出的可能会很难，第二个猜题就会趋向简单化大众化，对对对，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太过于中肯、啊、这个我知道，为什么变成是 动画的人物、嗯、这样盖太像其他人，卡了一下，救命啊，这怎么盖啊，救命啊，我也很想求救，即便人民都听过，盖出来还不一定猜得到。除了人物特征以外，没有其他的事件特征就很难盖了。